去讲，其实你给我的爱是个手铐，让我这心被掏空的人有个囚牢。再也不要谁来解套，情愿为你受尽煎熬。我不哭，我不闹，也不争，爱不就有我都不知道。我自由，我自由，只要你还有一个拥抱。我是真的圆梦，真的。其实我们圆梦不是，我真的是在那个听我们的歌长大的，对不对？听你们的歌长大，而且我不只是听你们的歌，我是唱你们的歌，学你们的歌，然后我的很多那个飙高音都是学动力火车的。其实有眼光，真的。我们在准备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，在讨论要走，对，想到第一个是你，但是我们觉得不可能，对，未来怎么会不可能？觉得不可能。我期待很久可以跟你一起动。我说过嘛，我们很少有大咖上来，所以你们是大咖，很少有人上来的时候比我们大咖的。对，没有，我真的是认为你们真的是我心目中经典中的经典。哎呀，好像是这样，没有错，好像是这样。我其实我今天圆梦了，因为可以终于跟我的偶像动力火车一起同台一起合唱。好，因为志玲呢专门翻唱一些很红的歌，不红的歌，他从来没有翻唱过动力火车的歌。他想出来，不用翻唱自己的歌吗？是别的寻找，我是不会说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，我想。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顽劣着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晚上，几年后的月亮，围着脸去养一身伤，也将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我们动力火车的歌迷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咖的，没有这样子。是歌迷，然后我今天圆梦跟你们一起同台，那我想再圆一个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我觉得姐姐说什么都算。我不要这样子，我可以帮你们写新歌吗？哦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的，你总结这么好的事。哎，各位，我完全忘记这件事了。我们刚刚不是说一定要跟他邀歌吗？太兴奋了，忘记了。我要跟你要求，可以让我帮你写一首歌，让你帮你姐姐写首歌。拜托，帮我们写一首歌，可以吗？帮我们写一首歌。愿意唱我的歌吗？非常愿意。当然，可以吗？各位。非常